所以杨家伟加油了。轮到是第四棒的杨家伟，前半局的他上来了，担任投手之后呢，也化解了失分危机啊。现在杨家伟用手上的棒子来帮中华队进攻，现在是一出局满垒，十局后半，中华队进攻。顶球出棒，有人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被中外手给接上，三上投手现在又要回到满垒得分。中间方向的飞球虽然被接上，但三上投手林立这次回到满垒得分，现在双方是2-2形成的平手。对，打到位也就有机会了。韩国队这边要做 appeal， 他们要做促请裁决。主审刚刚已经是 resafe 了哈，因为是主审刚刚去三垒那边补位，